好吧 ，Go 吧，好，开始吧 ，OK， 好，开始了。OK 啊，这个太明显了啊！我刚好看到雷禅的尸体，然后就看到把他从那个管理室抽出来。没有，不是我啊！等一下，好，谁熊熊讲？把他讲，是不是？管理室在管理室，然后在管理室。我一进去管理室要解任务的时候，然后看到把他跟我擦身而过，然后接下来我就看到雷禅的尸体在那边。不是我啦，那小雨你呢？好。我就在你旁边啊，你还好意思问？如果今天巴拉不是的话，他刚看到尸体应该就要通报了才对啊。对啊，干就是巴拉了。谁？不是我，刚才真的不是我。我刚才在解任务，我刚才只是想说要跟着一个人的旁边而已。那为什么你也没看到？你会没看到雷禅的尸体？我就刚好没有看到他啊，他视角是不一样的啊。没有，那个一进去应该就会马上看到了。我觉得是芒果，因为芒果习惯杀人喊抓人。欸，你刚刚又说是我，现在又说是芒果，你现在是怎样？对啊，巴拉刚才看到小雨，我看到芒果。我没有看到芒果，说辞有点，哎、欸，又没看到芒果了，不，我没有看到小雨，我看到芒果。对啊，觉得是小雨啊，因为我看到芒果啊。可是你现在又说你觉得是芒果。对啊，我好乱了，我已经 confused。因为怎么讲，就是说那时候我在做那个紧急任务的时候，我看到芒果跟熊熊在解，我没有看到小雨。嗯，然后我不知道小雨在干嘛，他应该在左边，可能赶不过来，所以我一开始开麦的时候紧急会议，我说小雨一定是小雨。我有看到小雨去解啦，我有看到小雨解，我一开始。过去的时候，芒果跟熊在解啊，所以我就后来就调回去啊，然后可是我调到一半之后，那个任务解完了，所以我就没有继续往前走啊。而且我根本不知道控制室在哪里，我就走进去，然后就走出来，因为我要去解另外一个任务了。然后刚好芒果讲到这个东西，我觉得你是不是捉贼喊抓贼啊？就这样，我的供词是这样。反正后来我从下面走上来，然后刚好遇到熊熊。嗯，我应该不可能犯这种事情，因为我前一秒才遇到巴拉而已，怎么可能立刻杀完雷禅之后我就按通报？我是这样自寻死路啊！你们后悔了？哎、欸，巴拉不是。喂，好吧，嘿，怎么了？继续盘上一场啊，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救了、啊。如果等一下那个 CD 时间到，只要杀手直接刀一个就直接爆了、啊。那熊觉得是谁？依照刚才的说法，反而会觉得是芒果。不是我啊，真的不是你吗？那、啊、你在干在干嘛？我 ID 又不是红色的，我 ID 也不是红色的啊！你在说什么？确定吗？我只觉得你有可能是红色的、啊。为什么你们两个都很可疑啊？是怎样？我刚刚在解的，我看到熊熊就在等在那边按呐、啊。我刚看到你们两个一起走了，我直接按的啊。但是我觉得熊熊应该不是，因为熊熊提出这样的理论，所以熊应该不是。嗯，没有。但我觉得熊熊有可能会逆其道而行，他有可能会觉得说，既然是我按的，那有可能大家都先排除他掉，因为他就是恶趣味，想要看大家投错票，然后干掉错误的人，然后结束掉这个回合。他就因为他现在已经胜券在握了。嗯，是有可能这样子啊。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子，因为我刚才在那个右边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小雨，但是巴拉应该是在管理室是中间那个刷卡室嘛，对不对？欸、对，刷卡的地方啊，所以应该不会是我。然后芒果就在中间
和那个把他在一起，然后看到雷禅尸体。我相信熊熊的，但是太奇怪了，我不可能做贼喊抓贼啊！你上次又干过这种事哦，所以现在都票我是不是？对，我是票你。靠杯哦，干那我也不用玩啊，不是我啦哦，干可是我也不知道是谁，我不知道是熊熊还是小雨，干真的不是我啦，我们会后悔吗？绝对会后悔，我绝对会后悔。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已经投票了。只有我会后悔而已吧。二十几秒，你们可以再重新思考一下，真的不是我。可是已经不能改投票了呢。可以吧？可以查查掉吧？不能啊，不能啊，不能啊，投了就投了。干，我怎么办？我相信熊的判断呢、啊。干，真的不是我啊。我也不知道是谁。哎呦，因为我刚刚看到巴拉尔，看到熊熊啊。跟你讲，我就是熊熊。不然真是小雨，废是废话，干你后悔啦！我是小雨哦，我不会后悔。我没有说是小雨，我一开始是小雨，因为但我转掉想说是芒果，是因为他讲那个说辞，我才转成芒果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八位看不到我？嘿，因为有视野这种事情，对，鬼的视野是人类的 1.5 倍，对，我没有想到这个事。你知道最好笑什么吗？巴拉一走进来房间的时候，我刚好钻地道，然后我想要干错赛，对，干了，我想要错赛，然后巴拉没看到啊，我没看到，因为我视野差、啊。小雨，我是不是应该要看到你出来的瞬间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我出来，我刚好从上地道钻进来，然后我想要干错赛，结果是小雨，可是熊熊，因为我就是那么刚好像雷禅讲的视野差，我没有看到雷禅死掉，然后我也没去按紧急，视野没有看到小雨从地道跳出来的瞬间。你们俩，我从地道钻出来的时候，真的吓尿，我想说干，哇塞！我本来想说熊熊，哇靠，熊开紧急会议，他脑袋清楚嘛？对对对对对，我有感，有希望，有希望了。结果是芒果，靠哇哇哇！哎呀，反正你们两个互咬对我来说都有利，我投谁都可以。啊、哦，真的是好笑。